有没有女朋友？包拯问。有。对她有承诺吗？承诺。承诺。上医院还是查西田？你挑一个。这这么多女人，你都不会想要？我可以忍，守护人者。我给你叫过来。咦，你是个娘们儿。那你还娶我吗？你们都是带着苦衷来这旮旯讨生活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人要当兵？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选择？自己的选择，自己收拾。抓到军阀，抓到军阀呀！欢迎来到军中乐园。